主席啊，部长啊，校友会人员啊，各委员啊，现在有请我们原住民文化基金会的洪董事长，请洪清一董事长。委员早，新年早，新年好。董事长你好。委员好。我们基金会成立多久了？一年四个月。一年四个月。是是。他这个法案的通过是在97年。98年8月23。97年1月16号。那是我说法案的那个成立哈。对不起对不起。是。就是公布施行是在97年。是。你们是现在是正式成立是一年四个月。是是是。但是我们当初成立的这个主要的目的哈，现在我们看起来你们虽然经过一年多了哈，好像有落差。是。我们成立的目的有两项重要的立法的精神跟目的两项。哪两项董事长你知道吗？第一个是传承原住民族文化的教育，第二个更重要是什么，就是经营原住民族的文化的传播事业，尤其是第二项那个地方才是我们的核心的工程，甚至说核心的业务。所以基本上我们董监事一致决定是什么，从去年5月23就决议是什么，就是采取独立经营的一种模式来经营人民台。所以董事长你是很有信心的哈，是能够把这第二项做好，但是目前我们只做了这个传承民族文化教育，另外一个这个经营原住民族传播媒体这个部分哈，是现在你大概也做了一半，是做一半，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信心？是跟我也包括，就是说基本上原本我们今年要规划是什么，就是独立经营，比如说是整个人民台的人事的移拨，甚至说是自拨的，由这个基金会来所谓的主控或者说是来管理。但是在今年编列预算的时候，我们原本是编列预算，可是我们的主管机关就把它编列成2亿2000，所以就没办法支出那个所谓的处理那个所谓的人民台的人事的移拨，而导致没有办法进行顺利。是，所以现在那个有关人民台的原住民电视台的部分啊，目前就是你们到底有没有跟人民会去协调这样的问题？有，事实上有。是，那先我请那个原民会副主委。请原民会林副主委。副主委你好，刚才提到哈，刚才您应该有听到，我们成立这个原住民文化事业基金会最主要的目的，其实当时我们招委孔委员哈，我也是从他那个地方了解了，成立这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能够自己经营我们自己的这个传播媒体。那么到现在目前的状况，我们事业基金会所做的事情好像就是有这样的落差。刚才我们洪董事长也提到了，他们是有这样的心有这样的心，那为什么没办法做你们那个好像说跟你们这个主管机关有一些关系。首先要跟那个简委员报告哈。关于这个文化事业基金会相关的法规来看哈，那包括无线电视公股处理条例以及现在的原住民文化事业基金会设置条例的规定，确实他们可以自己来独立经营。但是第一点就是现在的这个原住民文化事业基金会的设置条例，其中在第四条的第二项特别明定它的创立基金只有2000万，所以他如果要独立经营他的创立基金一定要达到5000万，这个部分如果还没修法，其实他们还是没办法玩这个 很成功的独立经营，这是一个问题啦，所以还要配合一个修法的。第二个部分呢，因为我们觉得独立经营因为涉及到的不是只有整个自播的工作，那里面的原住民电视台里面的工作人员也蛮多的，所以他人员的移拨设备怎么处理，我们希望他们提一个比较整体的规划报告，然后呢我们请比较专业的第三部门来协助我们来审查这份报告，我们后天就要进行审查，特别跟委员报告。所以你们主管机关原民会你们的考量是相当的多。怕考量是相当的多就对了哈。对对。你们也怀疑我们这个基金会的能力？没有，报告委员，实际上完全是经费。你们认为是完全是经费？先修好，先把法修好。什么时候法才会修好？
对，我们要把这个设置条例的哈、相关的规定是让他们哈、有独立经营，可以申请卫星执照的这个额度，希望能先满足。我总觉得说你们的考量这么多啊，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够做一个啊这个解除啊，总要不要在考量的这空间当中绕来绕去，总要让我们要这个是文化事业基金会有一个真正的啊，要做到他们这应该啊要做的这些啊工作。啊，总要踏一步啊，只要踏出去一步，我看他们现在就等于是原地了。即使你第一项那个传承文化啊，那个原住我们原住民族的文化教育啊，虽然有在做，我们看到的成果报告两季的成果报告我也看了哈、做的蛮多了。对。但是跟我们原民会的啊教文处几乎都是都已经做那个工作都是重叠的嘛，啊都重叠了。所以我现在还没有办法理清，刚才我们有时候相信不是一般的机关包括人民团体报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活动计划送到你们原民会，你们原民会说这个是属于啊文化事业基金会的啊，文化事业基金会一看说这应该是属于，反而制造了一个很模糊的一个补助的那个要点。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好像说你们现在划分那个什么那个人民团体的部分啊就归由啊文化事业基金会，机关的部分啊就由我们原民会，是不是这样？那个我请阿浪处长是不是这样？你们现在的那个界定是目前是这样，目前是这样，但是有时候你们也是补助那个、人民团体也会补助下来啊，你们还是好像在看哎看这个人民团体的啊有需要你们补助，你们还是补助下去啊。所以这样的界定我总觉得说哈第一项的那个我们立法的主要的目的啊是已经重叠了。第二项像目前他们只针对一个广播原住民广播的系统方面啊积极补助。所以这样的情形我总觉得说齁、应该是要彻底做一个检讨。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关于哈这个文化事业基金会跟本会业务的分工的部分，其实分工的不清楚。刚刚成立才一年多，我们大概第一次分工哈的这个协商融合了，也有一部分我们还要再进一步检讨。但是基本上我们一定会把它弄得非常清楚，我们不愿意哈这个彼此之间的业务上有一个模糊或重叠的部分。那另外那个。副主委哈，你也是定我们原住民法律的一个等于是在主导这样的问题哈。那我现在请教你，我们为什么叫教文处？为什么要教文处？为什么叫做教文处是吧？哎，教育文化、为什么不文化教育？跟委员报告，当初在民国85年，因为原民会主要的就是应该是。重要的是我们原住民的文化在之前后面是教育啊，文化才教育啊，文建会也是这样啊。民国85年的时候哈，这一个单位成立，当时的组织条例就把组织的单位的名称就叫做教育文化处。为什么教育在前面，文化放在后面？我们倒是没有很深究，差不多都忘了这一件事情。那基本上恐怕是认为原住民当时的教育距离一般教育的这个落差很大。那么一般教育，对，你们思考一下啊，现在目前啊，这个是应该是设立教文处还是文教处啊？你们思考一下。好，谢谢。我总觉得说现在目前我们的文化的传承是应该是摆在前面，是，然后再用教育透过教育来啊把它发扬啊。那么我非常盼望我们这个原住民市文化事业基金会的成立齁、能够按照我们当时的这个成立的目的来去实施。也希望我们原民会主管机关跟包括原民台包括我们文化事业基金会你们三个单位啊应该是多多的联系做一个沟通了。不要各自为政，现在目前的状况好像大家互相在排斥互相在再变成在主导自己的事业齁、就直接影响到我们原住民这个这个非常非常非常大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做这样的建议。那么这次我们文化事业基金会办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是昨天办的
云豹奖，云豹新闻奖哈、啊。云豹新闻奖就针对我们原住民的这个啊新闻的报道啊比较杰出的一个啊颁奖典礼啊，我觉得是相当有意义，尤其就云豹啊两个字哈。啊啊，云豹对我们原住民来讲是一个，啊，不但是原住民，在所有动物界来讲，跑得最快的，跳得最远的，最高的，啊，甚至最有智慧的。但是，我昨天一直在期待，我虽然因为我们原住民的立法委，你们也知道，我们服务范围是涵盖全国啊。礼拜六、礼拜天，我们几乎都是没有休息的了，浑身洗清都跑不完的。而且我们是很想参加这个颁奖典礼，看看我们第一届所办的情形怎么样。啊，因为没有办法亲自啊到会场去参加，我们当然想说在媒体方面能够看得到啊。但是昨天晚上，我期待一直在期待，啊，因为七点那个时段，啊还在参加喜宴，我们看等到十一点那个节目段就播出来的就播那么一点点。所以你们这个有没有全程录影的，或是有没有跟啊有没有那个要啊那个全程转播的时间，有没有这样的那个？包委员可以不可以请那个？对，我请那个，请董事长。是，就如刚才我们委员提到是什么？就除了国内第一届的云豹新闻奖，甚至说全世界第一次在我们台湾出现这样一种所谓的非常特殊的这样一种所谓的属于原住民族观点主体性这样一种所谓的新闻奖。那据说是这不是据说，真的是我们孔委员在这个地方真的是把那个什么将近300位的座位全部爆满，甚至说场外还有更多的人来参与，所以这也是我们史上。接下来我问的是哈、哦，有没有那个里面有没有安排全程啊播出这样的颁奖典礼？有有。所以我因为假如只有300多个人去啊看到这样的情形，我觉得说话你们是文化事业基金会呢？是。啊，你们是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是将来你们是要啊，是要那个经营这个媒体的部分，啊，就像这样这么重要。你刚才还讲说全世界就这个是啊，你那个董事长跟非常自豪的认为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颁奖典礼，但是只有300多个人看到啊，是不是进步？应该说明，所以应该你们这个将来。啊，将来像这样的那个新闻奖的颁奖典礼，针对我们原住民的这种，新闻哈，啊，这么重要，应该是要比照一般的那个颁奖典礼啊，是，公开的，而且全程录那个能够转播的，是这样的方式啊，是，而不是那300多人虽然挤得满满的，啊，实际看到的就那300多个人，啊，所以我想啊，这也就是啊，可能。啊，直接的就是你们没有办法经，现在还没有办法经营，啊，没有办法经营这个媒体的部分，啊，所造成的一个结果了。但是我是还是希望，这既然这么重要，啊，对这些新闻媒体啊，真的是有鼓励的作用，让他们就300多个人都看，那哪里有荣誉感？感觉不是荣誉嘛？是，看了全程把盛大的做一个颁奖的那种。啊，程序啊，云豹奖啊，这样让大众所有原住民都看到了，这些记者也才有荣誉感呢、啊，将来还会更加的努力来采访我们原住民地区更重要的这些正面的新闻啊。啊，所以我说，因为时间关系了哈、哦，啊，总归一句话，我是非常希望说我们啊，这个原住民文化事业基金会。能够针对我们当时啊成立的目的是啊来去啊努力，而且不要啊再啊拖延时间。我想主管机关原民会呢，让他们有空间跨出一步，不要老是停顿在那个地方。好、啊，谢谢。谢谢委员，谢谢。